这一次扫除之中，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慈燕志工一家亲。好，这边哦，志工跟这个职工一起联合哈、哦，哎，来把这个扫清扫我们的家哈、哦，啊，大家嘛做个真欢喜哈，真的是看到职志合一，而且我们相处的非常的互动的非常好，哦，啊，大家拢用感恩的心哦。工作结束后四点半之后，我们每天都会再开一个感恩会哈，我们会由我们乔祖密带着我们当天施作范围的护理长都会来跟我们做分享哈，然后也让我们提出一些意见，让我们作为隔天哈改进的一些参考。大北区的师兄师姐对台北慈院这样的照顾，这样的护持哈，那这次打扫让我很感动，因为哦。在慈济世界里，上人带着大家救灾哈、哦，有点跟我们这个打扫有点像，因为不断的进阶，它不断的优化，不断的会有更多的妙法来做好一件事情。啊，第一个所有的工具啊、哦，都是制式的标准的，要怎么打扫，玻璃要怎么打扫，那个卫浴要怎么打扫，洗手台要怎么打扫，那个配膳间怎么打扫，它有 SOP。还有录影带，教学录影带，哦，真的是叹为观止。那我就代表全院的同仁，还有所有使用这个医院呢、哦，就是抢救生命、被抢救的人，感恩我们所有的菩萨，因为大家的用心呢、哦，让这个医院每个角落都充满了爱。看到大家都是做的那样的欢喜清安，而且大家呢总是。越付出越欢喜，跟一般的职业啊总是不一样，会计较分寸呐、啊，计较时间呐、啊，越计较呢，那就是越累，这种没欢喜。但是呢，慈济人在付出，人人的那一片心呐、啊。这份心呢，是诚，很诚意啦。每一次看到，我心里呢，总也会想起了炉香赞，大家那一份诚意的爱，就是一股香。我眼睛看到了，就是真正是品着香。那就看到就感觉，哈、啊，这份的心意啦，就会想，这一大座的医疗，已经在台北，不知抢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在那里呢，有病有痛抬进来，我们呢，可以让他呢，拔除了心。生的痛苦，让他快乐欢喜的出去，这都是呢，慈济人呐、啊，我们要盖医院呢、啊，那一种诚意，那一种爱心，帮助师父，一块砖一包水泥呐、啊，啊，一面刷，总是呢。大家点点滴滴啦，替师傅搬，替师傅担，安尼呢来完成这一个医院。医院完成啦，我们平时呢还要去当志工，因为呢慈济志工投进去啦，那我们的职工呢，他们过就过的单位。在他们的服务当人啊，院长带得很好，人人都说慈济医院服务很好。其实呢，加分很多的是什么？是志工。志工呢，加分。病患来到这我们医院的门口，开始就有志工菩萨。
去扶着他，接引他，带着他。有的呢，老人家啦，他们行动不方便，有人扶，那不方便挂号，我们帮他挂号，等等，零零总总很多。相信啊，我们前面的慈光菩萨也是感受到了慈光菩萨那一份的真诚的付出，还有可以减轻啊我们的慈光的一些琐琐碎碎的哈，也已经慈光也帮他们做到这种感恩的心啦、或者是无所求的付出啦，这双方都有，这个在合，彼此呢相合起来，那一个心，那一念心呢，只是为了服务，受到服务的人的满足，比服务的人呢、阿公阿嬷是这些呢病患等等呢，他们会感恩哦，加在病医家有这多人帮助我，所以吼、感恩心应该是满满。所以我们的医院呐、这个充分的付出也是满足的感恩。似乎嘛，要替院长甲大家人感恩吼，感恩我们大家呢，从起点一直到一路走过来，那一份爱我们都没有淡忘掉，还是呢，继续的爱着他，继续的守护着他，很感恩我们。慈诚队的可爱啦，心心奉献，是呀、因开头921开始呢，每天的早晨啊，要开始出班的时候，林队长他就会集合大家，先勉励。感恩昨天，还要鼓励呢。今天要出去的，哦，该要照顾什么什么什么，他都哈、很细心，一一的跟大家提醒。啊，昨天有哪个地方怎么样？今天要如何去补？哈、那一种的很细心有力的勉励啊，这里。总是从当初921啦，每天，你当时我嘛拢伫中部啦，哎，他们也到中部去哈、大家都是为师傅，师傅安怎讲，咱就是安怎做，所以我吼、很多的情，常常我都说，我这一辈子欠了很多人的情呐、我们都是生生世世，这一份情哈、其实呢，都报不完啦。要安怎去？以后换我安怎信心奉献哈？也期待呢，是带福来人间，人间呢汇合起来，都为人间造福。这就是发菩萨心，我们要记着说佛。期待咱生生世世啦，彼此之间呢都有一个方向，心心奉献，都要有一个愿力呢，耐心毅力啦，为一项代志去付出。咱真有福当中，但因有这么多的好医生，那来圆满啦咱的心愿。那慈济的贡献呢，是把人间呢需要的，我们弥补他的缺。哦，那人间的病苦，就是
慈济的医疗系统拔除他的身心的病，那穷困的呢，慈济人为他们呢转贫呐、维护，这都是呢我们大家的心愿。咱真正有计划啊，虽然呐、啊，虽然人生有老病，这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真的有做到有价值，所以大家要欢喜，而且呢，不是跟他欢喜，就是法喜。我们有佛法的方向来做，所以大家和和互协，很刀烧，很互和和谐，所以才能让我们这样的四大事业啦、八大法印啦，步步都很踏实。